开始下雨了，糟糕，这主机会坏吗？我是不是要做个遮雨棚啊？不然这个主机应该一下就坏掉了吧？好啦，不管，我们透过电脑得知说，我们地图的右上角，我看看这个地图右上角好像在这吧？这边有一个人打个电报说他需要帮忙啊，我们先去救援看看是不是有这个人。OK， 那我们就出发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爬过去，他们不会爬。我先把门打开啊。OK， 至少门可以开。为什么要跳过去了？啊，你们过来，你们过来，出来了。快点出来啊！快点出来，出来。好，门关起来。Come on now.OK， 这次呢，我们还是坐这台悍马车好了，因为我觉得那个飞弹好像不太好用。啊，上车啦，上车啦！至少这台车可以载很多人啊。等一下有敌人靠近我们红色的那台车啊！糟糕，是谁啊？谁那么坏？驾车准备迎战，躲啊躲啊躲啊，快点！先下手为强啊！ I'm out， 过去看一下。身上没带什么东西。哇，棒球棒可以打我们吗？感觉这个人很弱。好了，我们先上车。Oh, by the way, that's entirely your fault.这雨下也太大了吧！我先充饥一下好了，真的，最近食物耗得很快啊。哇，没有肉了，希望可以再撑一下。啊，又有敌人靠近了，糟糕！我们先去营救他一下好了。OK， 我们已经快到目的地了，这雨越下越大。我闪电都来了，啊，这里过不去了，看来要徒步过去了。来，下车，你下车就在车上等我吧。哦，这风好大，你看这衣服都吹起来了。那我们跑过去好了，这等一下我先冲击一下水好了。OK， 出发了。这风，风也太大了，真的。会在这里吗？这到底什么地方啊 ？Pay Station， 哦，是停车场。我想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区域了。啊，这里有那个帐篷啊。估计是他睡觉的地方吧，都淹水了。这里有个帐篷，看起来他不在这，我们再近距离看一下。这里有飞机耶，他该不会是坐飞机坠毁在这里吧？那这样子还可以生存，太厉害了。一定不是普通人啊！哇塞，这里跟废墟一样。哦，超大雷声的，看他人都不在里面。这个里面也太乱了吧！这里有什么？这里有爆裂物哎！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到底在哪？啊，这边有个叛乱分子哎！
个叛乱分子他居然没有机枪啊，这个应该是普通的版本。好，哇，看那个草吹成那样子，可见风有多大。我们看一下这边啊，那这里啊，发现你了，是猛兄。OK， 我们已经成功救到了猛兄。猛兄来，走，看一下他的武器啊，啊，那武士刀哎，哇，这个女生真不简单啊。好了，不要吹风了，走吧，我们快离开这个地方。我们直接绕过去好了。哎，这边有个近路啊，我们抄近路离开。好像是有台风要来，这雨超大的。哇，我的体力上升了，好，赶快上车啊，赶快上车。发现人在外面的那个雷声雨声会很大声啊，可是在车上的话就比较没有那么大声啊。另外女生要坐后座了，行不行啊？啊，这样也可以坐。好，我们开回去咯。是在哪？熊熊想不起来啊，在这里啊，我们可能要停在门口这个地方。好，回去了，我希望交给你啦，机枪台，对，这样子你的枪法要练一下。这个转角处啊，我这边下车好了。来来来，停车停车，下车下车了。真的太大了。哎，为什么瑞克在这里啊？为什么的门打开了？难道被闯空门呢？啊，下次要有人把守啊，这样不行。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损失啊？车子还在啊，有一台车不见了，火箭发射器那台车不见了啊，它撞出去了，被谁偷走了？真是的，糟糕，又有敌人靠近我们，我们可能要准备迎战了。我觉得下一次可能要再换个地点。这个地点可能会由另外两个人把守，所以我们到时候再讨论一下好了。好，又开始饥饿了，那我可能要准备吃东西，不然要开始损血。啊，没有肉，那有什么食物可以吃吗？这样子应该 OK 的吧？好，我们可能要准备迎战了。先看一下对方到哪边了啊，可能还要再五分钟吧。OK 啦，我们先把门锁起来。好，锁起来。好了，看来敌人不会过来了，那我们就早点休息吧。先找一下帐篷啊，那个猛兄你就睡 Rick 的房间好了，睡在这里。哇，你们三个人挤在这个床真的很小哦。不过你们两个有暧昧关系，应该没差吧？还是你要睡在这个爆裂物的地方啊？是避免晚上发生意外而已。
我看一下，可不可以帮你再盖另外一个？不行啊。那今天就先到这边结束吧。